网友偶遇范丞丞。7月12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，在医院偶遇了范丞丞。从网友爆料的照片中能看到，范丞丞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坐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中，而看他侧身的姿势，似乎正在聆听医生的话语。网友称赞范丞丞很白。据爆料网友描述，正在拍范丞丞的时候，他居然走过来了，着实把网友小小的惊讶了一番。而照片中的范丞丞身着黑色的大大的 T 恤，头戴棒球帽，打扮很休闲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是熟悉他的粉丝们都能看出来，着实是本尊无疑了。近距离遭遇范丞丞，爆料网友还感慨到真人特别瘦，还很白，听他跟身边的人说话感觉挺有礼貌的。哎，明星也会生病，感觉他很虚弱。网友爆料朋友圈，而网友的此番爆料一出，好友的互动留言充满了羡慕的色彩。你怎么没让我陪你去医院生气？在网友解释一番之后，对方更是直言，我是说为什么让我错过了看明星，也是让人忍不住默默的心疼这位网友三秒钟啊。网友爆料偶遇范丞丞，自从在偶像练习生总决赛中以第三名脱颖而出之后，作为男子团体 NIMAPRCENT 成员，范丞丞正式出道。出道之后，凭借着选秀人气以及姐姐范冰冰的无形中的影响力，范丞丞先后登上了奔跑吧的很多综艺节目，各种代言也是接踵而至，也是不禁让人疑惑，难道是高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出现状况，生病了吗？网友微博截图，更有网友据此担心，范丞丞如果生病了，是否还能顺利参加乐华妻子泰国巡演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虽然明星的工作很累，行程很紧，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，毕竟有了好身体的保障，才能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如果真的是身体出现了状况，也是祝福范丞丞早日恢复健康吧。